我想一下，前一天，前两天是凌晨才睡觉。怎么流血？等一下。早上吧，7点睡，然后睡到下午4点，然后4点起床，然后晚上4、5、6、72点就睡了，然后睡到今天1点，12点多，我睡超久的。Hello，北极星。中午好，睡都睡，没有日夜颠倒了，我又调回来了，因为我太累。通常不是睡到下午4点会睡不着吗？没有，我还是秒睡，我继续秒睡这样。谢谢本娃送的 kiss 99，Hello Jimmy，您谢谢您的分享，谢谢北极星送的纯洁百合花。Hello，坤坤，下午好，黄鱼，下午好。吸管破洞，我要怎么吸起来了？生气。多睡点很好。对，可是也没有多睡到多少，好久，对啊，好久不见！谢谢卡丘送金牛宝宝，谢谢坤坤送纯洁百合花，还有草莓酱。跟你们说，我不是从来没有做过那种食玩是吗？是这样念吗？虽然李梦辰叮嘱我说不要做很难吃，但是我还是买了。我看一下，可是我觉得我不会做完呢，觉得不要做比较好。真的吗？真的很难吃。我只想要做做看，可是我不想吃。我只想做做看，看看这是拉面跟饺子，因为我为什么会买这个？因为我想包饺子，就这样。可是我没有做过啊，很想。Hello Jeff，下午好。谢谢你送的纯洁百合花，不包真的饺子啊？没有真的饺子给我包啊，没关系，我先来看看这个。我要乱做一通欸，我觉得我会乱做一通。什么我解锁了什么？这是什么？好酷啊！这什么叫霸道总裁？这明明就很可爱。棒球男神，乱做一通给妈妈吃。Hello，馅饼超好吃。哦，Hello，长安，去。买绞肉来包，我没有绞肉可以包啊，可不可以打电话给你？谢谢黄鱼的分享。得，我来找找。怕我打过去会不会用平板找他？对，我要。李梦纯，泡酒，我要用平板找他。哎，我跑不动哎，
怎么会这样？哈喽，我的 LINE。Siri 不想找孟辰，没错。谢谢北极星送的草莓，快快快！好久了，现在卡住了啦。久了，是之前做的发型，对啊，是之前的，好久了，我想一个多月吗？一个月前，一个月，为何会卡？因为很久没有连到网路，所以他现在在重连，然后就一次跳很多，然后就没有跳完。直接找某某，我看一下哦，某某在哪？这里，我打了，什么时候追踪？喂，もしもし、もしもし，好哦，对啊，我用平板。我在直播。我问你哦，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听得到我的那个 echo 吗？什么意思？就是我会有回音吗？不会啊。不，不用关。如果你有读，哈？你说什么？哈？你刚刚说什么？他卡卡的。啊，好，有没有风？你们谁？看，还是继续描述，继续。好，为什么那么卡？都读一下，他就不打扰他了。你好卡哦。完全就不懂在讲什么哎，是我网络问题吗？是我的平板很卡，我连 WiFi， 可是我的手机没有连 WiFi， 所以应该不会很卡。什么？是我的网络讯号问题哦，好吧，搞不好我家里没有人啊，不要这样吓我，我家里真的没有人啊。那我要再打一次看看，他现在跑完了，我要再一次。哈哈，后面有白影，我后面是沙发，还有吹风机。邻居在分享我的网络，不会啦，怎么可能？我连我们家网络密码都不知道了，通不了哎，算了，网络太差。啊，天道动力王，你不知道是怎么连的？我不知道啊，我每次只要就消失，就是连不上，我就等他一下，然后他就连上了。可是要打那个。密码，可是我永远记不得我家的密码。默默传来讯息，为何？哇塞！
谢谢陈家树送的告白气球。哎，真的，网络不好哎，怎么会这样？我重开好了，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连的。对啊，我网络。我回他，好像他说网络不好，我说好像是欸。再试一次，密码是我手机号码，不是啊。应该是1121，如果是一二一，有吗？又卡住了。可恶了！哎，我又好了。好了吗？它就闪闪。好了。好了，耶！好，耶！这样子我卡，我微卡，微卡。对，可是听得到，听得到，嗯，听得到。那我现在，啊，我又听不到了。你有在看啊？看什么？什么？哎，你家网络是不是有问题呀？我不知道啊。我也觉得网络好像有一点问题。慢好多拍，你们慢很多拍。嗯，他问我有没有看过阿汉。不行，阿汉状况，我让下期待。人品有问题，人品有问题。好，啊！可是我刚传讯息都 OK 耶，可是打电话就不行。打电话就不行？对啊，我刚传讯息很快就传出去了，可是打电话就卡卡。现在还好了。对啊，嗯，还好。对啊，奇怪，哎，现在好像还好。哈？什么？现在好像可以嘞。在这边听。对啊。好一点点。好，现在来看他的状况。你要干嘛？我的那灯去。有时候念留言，你不要理他。什么状况？好好笑。李梦传。哎，看到你的样子。啊？你的平板有什么烂？平板有平板怎样？有下载烂？有下载烂？浪？有啊。浪 live 有啊。你可以开浪，他不让看我直播吗？可是这样子，我的网络会不会又烂掉？嗯，这只是看直播，好像还好欸。真的吗？欸，现在有顺欸。这样我就，哦，真的吗？可是我好像，那什么？怎么了？烂，我不知道登录什么欸。啊！我登录 LINE， 我随便按，我用 LINE。
你要来，我看一下。有点假笑。哎，你去换这件衣服啦，你去换那个衣服。黄色的衣服。什么黄色的衣服？哦，你说那个吗？那个新版本来了哦，有他叫我下载新版本呢、啊。忽略。他什么话都讲两次，原来是重复。认证，等一下我用 line。啊，他不理我呢。你的平板真的坏了吧？他真的不理我，我这样子哦，然后这样子哦。哦有了有了，他在跑了。我来查李梦纯。对吗？好像会比较延迟一点，可是 LINE 好像没问题了。对， LINE 没问题了。那我们先用 LINE 好了啊，想看对方的时候再开 LINE， 让 LINE 不就好。好啊。好，我现在问你哦。干嘛？啊哈。哈？阿汉播影片吧，就是 YouTuber。 嘿，阿汉，你知道他有扮演过很多角色吗？知道啊。那我现在表演里面其中一个角色，你帮我看一下。你说开浪吗？没有就听就好。好，你猜那个。哈？喂喂，啊好了吗？哈？是哦。哦。玩的什么？哈，我不知道什么啊。软月娇哦。这个不要他软月娇吗？我不知道。Give me the good. 哈？我猜到了。是对的吗？欸，为什么又卡住了？我卡住吗？哦，你没有卡住，你好了。再讲一下。哈？我现在可以跟你玩一个游戏吗？玩什么？你现在你直播主题吗？我直播本来要玩十玩呢、啊。你现在在玩十玩？没有啊，准备要玩，可是你打电话来了。那我要跟你玩。玩啊。我玩十玩了，好好 ，OK。好，老师，你想要当出题的还是猜题的？出题的。出题的好。有点难，我觉得我不会。好，这个游戏呢，就是你必须先想一个东西，然后用你的用竭尽所能用你的英文、韩文、日文、韩语全部夹在一起，然后形容这个东西，就是不能用中文东西。你说，哦，不能用中文，然后用各国语言，然后让你猜什么东西？对。那一定要都用到吗？还是用一个语言就好了？对，就是，反正就是四种语言，你可以选择用其中一种，或者是全部用在一起也可以。英文、韩文、日文、台语。是吗？你要先想一个主题。我昨天想主题想很久，反正我看到我房间有什么东西，我就打算来出题。啊，不然你先，我听你讲。哈哈哈，你不要骂我。好，因为我用英文比较多，我用英文比较多，因为台语我有些观众看不懂。好，我先想一下题目，不然我吐一下我昨天直播我用过的题目啊。你的叫你粉丝不要爆雷。等一下，他们叫我用母母语，我等一下用母母语跟你讲话。母母语，我是领月。好，我要开始哦。OK， this one is a girl's maybe
you change your hair style you will use. 夹子 ？No， 这什么？Change your hairstyle。平板夹 ？What？ No！哎，我粉丝猜很快，你猜成这样？什么？你怎么那么笨啊？哎呀！Circle。This one is like circle. Yeah, change your style. So. 为什么？什么？这个圆圈。Yeah. 用头发的。Yeah. 哦，发圈。啊，笨啊！好笨。好笨啊！你是，哎呀。好了，我换你。答案是什么？我现在自信突然起来了，我应该有机会可以赢你。哦，就是发圈是不是？对，就是发。你知道发圈是大家跟我讲的。你好笨啊！我是说那边的粉丝不要乱透题，你这边透好玩。我觉得他们再不透题，你会崩溃、欸。好，那你好，你出题。让我想想，让你想，啊！一想到你我就，啊！好，你有病呀！让我想想，啊！那边粉丝这样猜，就等于是。你出题，然后我们这边的粉丝猜，然后我出题，你们那边的粉丝猜。哦。你们粉丝都比我们聪明。你懂旁观者清这句话吗？好，那我想想我要出什么。我要用台语。啊、哦，哦，不错嘛，来。查理开始 ，start your 表演表演。这个物件。是我就喜欢的吃的炸鸡，不是甜的甜的甜的松饼，不是就是巧克力，是哦，答对了，哈哈哈哈哈，谢谢给我红心姐来分红的金子官，谢谢你，我很厉害对不对？对，我也是，我台语很好吧？不是啊，你那个题目太简单了吧？谁不知道、哦？因为我一转头就是巧克力啊！哎，我给你们看我巧克力有多多，而且都是同一种的。我这边应该有五十几片哦。我最近去囤货。你囤货巧克力是吗？对啊。可是我没有变胖。看到了。很多、哦，好扯哦！我看到了好多。你别吵啦！我不想听你讲这个。换你。好，那我也用台语好了。好。OK， 好，好。这物件呢，伊，无啊，是一个地名。嘿。嘿，阮两个平常。就喜欢去有吃的东西，玩的东西，信义哦，
信义东区西门。对。哪一个？三个全部讲完了，讨厌。你只要讲其中一个，是东区。东区，快乐的雅婷。不是东区不要停吗？对啊，是不要停啊。好啦。哎呀，那换你。那难一点的，难一点的，好。这个物件是我陪我玩游戏，应该不是。我刚刚拎的，你刚刚拎的，你感觉是喝的？刚刚拎，对啊，拎的。饮料啦，那你拄仔啉啥物饮料啦？啊，你就猜啊，伊是香港的饮料。豆奶，香港，丝袜奶茶。它叫什么？等一下，就多玛德。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就多玛德呢？就多玛德。所以 AK 今天直播赶三点是要陪你玩游戏吗？我猜应该不是，刚好而已。你答对了，豆奶。哦，哎，我第一个猜豆奶，我真的好厉害啊！哇，因为我看那一杯，我想说这是什么？丝袜奶茶还是豆奶？好烦。哎、欸，我还有用到日文呢、欸，厉害吧？我觉得你太懒，你真的太懒。哦哟，好，再一次，我再出一个。好，没问题，你出。我直接来吗？不然我给你十秒、啊。我觉得你先让我思考一下，我要出什么。你要形容他吗？怎么形容他呢？呵，我知啊。呵，你讲。这个物件是你。去省的时阵，省的时阵，省的时阵 ，you need it， 哈哈哈 ，what you needed it， 需要这个，我玩的时候需要这个 ，yes， it's maybe you go， 好难哦。To go boarding, you can use it to peg your clothes or something you need. Huh? No, it's bigger than the bag. It's like, 长相是什么？It's hard. 出去玩会用。It's hard. 行李箱。对。刚突然想到，然后我粉丝要留言，所以不算是粉丝让我猜的啦。好，很棒，有比较难了吧？有。哎，发现我台语不能沟通，换英文。台语很难吗？台语很难啊！我就不知道怎么，你出去出国，我不知道怎么讲啊。出国。就是 outside of Taiwan。就是没有，我说台语。说台语哦。台语出国。离开台湾呢？哦，聪明。你是不是台湾人？哦，台语很烂呢。换你，你好，换我。不对，应该就是我讲英文，你讲台语，这样比较有挑战性。啊。因为我台语比较好，你英文。好吧。我粉丝都讲说我的英文是诡异，各个单词拼在一起。好。OK， 我现在 ，this is a close， it's I have you have to，
这件衣服我们都有。Yeah. 帽T。The name is what? Yeah, yeah. Name. 什么啊 ？Photograph. Yeah. Okay. Now please 穿上你的这个衣服。它在哪啊？等我一下。我的衣服。有吗？有吗？好，我去拿，我去拿衣服哈。OK OK OK OK。特地去拿衣服。好笑。现在下大雨是不是？我来了。什么什么？我还会讲，我还会讲日式的中文。嘿，Hello。我在跟你的直播台的观众聊天。好啊。这东西这样放好聪明，是吧？他说：“哇，你的文法真的很棒。”我觉得我粉丝在讽刺我。对，在讽刺你。好，换我。哎，他们叫我用木木鱼，你要试试看吗？你一定。好啊，我来试试看。你一定会打我。好，你试试看。默默，我不是很想听，可以吗？默默，等一下，所以这是有意思的。默默，好，不要闹了。这个太次。好，我用台语是吧 ？OK。OK， 台语 OK。哦哦，呵，这个物件是你感觉足热的时阵，你会使开伊。Linky。哦，你对了，第一个是吗？是。第一个你是电风扇。对。你好厉害哦！你好厉害，对不对？我很厉害，我是两个都强，就是出题强，然后猜题也强。其实我台语也蛮好的、啊。所以说才是谁才是 Hello 王？这好像不太一样哦，不太对哦。没事吧、啊？反正就是大家都一个。哎，穿帽T不觉得很热吗？不会啊。刚刚好，直播穿帽T我都觉得好热。那你干嘛穿帽T？ 哦，好可爱哦！手绑个马尾啊！谢谢北极星送的法国。还是我们用其他语言？其他语言？我们还会什么其他语言？一定都听不懂啊！我会用那个日本人学台湾人讲话的腔。我也会。你，那你讲一句。要讲什么？哈？啊，那我先。好，你先。你，我开始。等。你是不是白痴啊？哎、欸，好像你是不是白痴？架杠的台湾雷公的雷。哎、欸，他们叫我们用韩文呢、欸。韩文吗？对啊。네안녕하세요用你的韩文名字。안녕하세요저는이미다爸爸，你取一个韩文名字，你取一个韩文名字。什么韩文啊？就一样啊。不要不要一提。韩文名字怎么取啊？想到韩文很难吗？啊，就一语呢。不是，就是那种嗯。哪种？哪种？就说，
韩剧女主角有很多名字啊，我怎么想不起来？毕竟韩剧名佑真，好，佑真，你要叫佑真？对，佑金。我要叫什么？啊？那我要。蔡思蕾。我想得到。啊？没事，那我找好，你说你想，给你想。啊、我叫满月。满月。我要叫张满月。那你说你满月要怎么念？满好哎、欸，月好难哦。满月。我哎，好难念哦。嗯，满月很难念哎。我看一下，对啊，那这种我好像是哎。满月很难念，那个字好难念。那改叫灿星，先不要。哎、欸，他叫我叫满月娇啦。什么满月娇？不一定，不一定。我哎。我我满。哎、欸，那我家是绿色的。哈？怎样？但是我们什么？在瞎聊，可是我们取，我们在取名，还是要自选？不然叫自选。基隆，啊，基隆，基隆，基隆。哎、欸，为什么又断断续续的？我已经起。哈？哦，我的外套嘞，就是看。啥？我直接听不到，好断哦。WiFi 哈 WiFi 怎样？哈哪？喂？为什么？哎、欸？那、一个灵动的李玉推，然后他封面照放的是鱼喵。啊、哦，封面照放的是鱼喵哦。咋样？他们说啊，没有啊，是不是？哈？今天我们是还是玩下一个？玩什么？英语哟，听不到。玩这个猜歌游戏。游戏。游戏。因为断断续续的，猜歌哦，要猜歌，好啊，哎，好断哦，为什么？哈？听得到。嗯。好，我唱了。好啊。要猜那个歌名。嗯。好。可留我祝你小心的晚餐。
好像不起我爱的勇敢，命运太草率，让我们相遇又分开。啊，我没有听过怎么办？是烂建议挂掉重打再一次看会不会顺呢、欸？吗？你挂。好，我再打一次。车子没电了，刚下雨要回来开车。还是妈咪，你借我网路。我借你什么网路？感觉会比较顺，我待会就会下去了、欸。哦，你要下去了，好吧？哦、因为那个来接电的，好吧。用木木鱼来哼，可是他唱中文我都没有听过了。什么打不通？他是不是也在打？他有在打吗？不然我打不进去呢。嗯，不行，打哎、欸。趁这个时候没有呢？怎么没有？打不进去了。等他打来不行啊！我要打、啊，不是他打，是我要打。对啊，不行哎、欸。有了有了，喂，有比较好，没有，什么意思？烂无法使用，哈罗，我生气。叫你来试试看吧，什么？用直播看，我来看看。嗯呢？我看了。对啊，直播那么顺，干什么？对不对？对耶。你怎么？没有啊，直播也卡了呀。哈。直播也卡了，哦，有了有了有了，这里，哈，我直播很卡，再一次，
先搞懂怎么脸比较顺再玩。有了有了有了。啊，我直播很卡，再一次。你们讲。先搞懂怎么脸比较顺再玩。不是 LINE 的问题，是 RAM 的问题 ，OK。好的。超级回音，然后又卡住了啦。一直回音，对啊，这样很回音哎，这样回音超多的啦。对啊，这样我不知道在。听什么？不行，不行！李梦纯，我要干嘛？为什么一直重播？对啊，就很多回音。啊。怎么讲？我要笑死！他说：“今天就讲吧。”好的，先把ban掉上面这个吗？等我一下，回个李梦纯。下次再玩啊！好的连线方式不会这样子。我是说。连线好不好是运气问题。看我们玩很好玩的说，叫梦纯也变了，哈哈。好，不然大家一直看你们干瞪眼，所以我现在关掉了啊。现在思源送的纯白彩蛋，啊哈，自愿被 ban， 太多人要 ban 哦，是怎样？王好如，对啊，因为太不顺了，所以就关掉了。啊，好，可是剩半小时啊，先来做其中一个，我看看。嗯。你要接我布吗？不用了。不用了。好，那个。干木。干嘛？木木怎么了？木木坐这。先包一颗蛋，我先打开来看看里面长怎样。里面长这样子。好，我猜我一定都不会做。等一下，我看看。它是就这样子吗？放上面。好，我看一下。有一个啊？什么？完了完了。先包一颗饺子，我看一下哦。等一下，好复杂哦。这个是粘土，然后，哦，这样子吗？然后嘞，两，
嘿，什么？好复杂哦。他可以吃哦，他可以吃什么？烂梅吃春露好。一个都不会做，对啊，什么意思？这个，还是我直接把它吃掉好了。两坨圈圈放上去，然后两手洗干净，两只，谢谢阿咪送的玫瑰，直接吃材料，不如买八方玉剂。对啊，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搞懂它，我再去洗手好不好？素补就是拉面的，先放着，然后这是什么？啊，这是内馅是不是？这是内馅的那个料。哦，什么意思？谢谢单细胞送的 love， 看看这个吗？这样子，然后放上去，然后内馅这样子，然后包起来。哦。原来如此，哦，材料比较急吧，就花很久时间，看不懂啊。好，那我先去洗手，对吧？哦，哎，这样，哦，哎。这要把它切掉是不是？这个要把它切开是不是？是吗？是吗？你们有做过吗？因为看不懂，很难呢、欸，我觉得很难呢、欸，我觉得超难的、啊。我觉得很难。特别东西，哦，好，我们来做一个饺子。我去洗手 ，Go。啊，好累。好难呢、哦，记得带可以喝的水回来。有，可是它好像不用用到水啊、哦！我要拿剪刀，是不是？内外大功什么握大力丸，还是铜管？真的假的？好，那我先，这是不是要那个啦？剪刀。我拿剪刀好了，把它剪开，感觉好像，啊，我的说明书，要水不然多的粉怎么变固体？没有啊，我现在是，他没有叫我加水啊。我现在只有要包饺子，而且我旁边有水，我有先准备。有啦，有坐骑，我看一下。什么东西？
没关系，好，我来剪他们。哒哒哒哒哒哒哒，好。那真的是饺子，饺子呀，剪。剪剪剪剪，哇！好，然后嘞，然后嘞，把说明书念一下，你们等一下，我可以靠自己把它做好。玉云可以的，哦。这样子，然后把它打开来，拉拉完，啊，好香哦，好想吃一块哦，好香哦，喜欢。然后嘞，拿一小块，它可以直接吃，对不对？别人馅弄里的不同一味，什么意思？这样子，哦哦，哦哦，等一下下，脏脏，脏脏。哦哦，哦，个性差太多，哪有？混入了奇怪的东西，对。可是我有洗，它会粘灰尘。脏脏不就是没有，都是灰尘。再看拉拉，这样子，这样，对，然后再一个啊，我把它，再看拉拉没有。灰尘可以吃，灰尘不能吃。然后嘞，然后嘞，然后把它推开来，好，把它推开来。哦，好像不是。啊。结果跑去问那个人可不可以发。真的吗？啊，这样子，然后咧，要十三折，没有，他直接给我印一个模型了。什么意思？我看不懂。两个，我不行了，你们帮我看。啊，算了，怎么看？两个这样子，然后可以玩，大的，然后两个，嘿，这个。喜耶喜耶，喜耶喜耶，放进去。哦，是这样子哦，好像是哦，那就是这个要，是拿这个，
把它搓成大的吗？是吗？去查安啾影片。好的，我来看看。太难了吧？这是什么？十万？这是水饺。Gabrielle, the essence of a woman. Chanel. Hello, 大家好。去做个玩个船，不要那么辛苦，都那么辛苦。我看看，你放在这里。我会突然拿一个大的，啊，再拿一个大的。呀呀，这个还真难呢，这个是不是要中间？这两个有点碍事，你们先去边边玩。先去边边玩。哎呦，这做完饭之后自己敢吃吧？还好我是做给自己。他说再拿一个大的，他拿多大啊？这样子，好，我也拿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够吗？这样子，这真的会有很多灰尘。谢谢人豪送的凤梨，好难用啊。这样子，这样啊，好难用啊！小朋友在看教学影片做食物啊，不够哎，再多加一点。这我还不敢吃吧，这个。怎么都是好难，很难耶，超难的，我觉得超难，而且它一直破掉。这个还真难耶，这个。对对，你看他也说很难。有点碍事，你们先去边边玩。我中间有一个洞，怎么办？这做完大概只有自己敢吃吧。还好我是做给自己吃。好，为什么它可以压成这样？好，拿出我们的饺子模型，有点可怕，有点黏。哦，好黏哦！天哪，超黏的。哎，好，拿出饺子馅，饺子馅。哎呦，把它剪开来。这几天玩没事。哇，好多好多，源源不绝，太多了啦。老板，你人太好了吧？我觉得你的馅料有点多耶，可以回去一点吗？不好意思，安哥水饺店有点黑心，只装一点点。那我们现在把它合起来喽。只装，哎，它的馅料好可爱。可以吗？可以吗？哎，哇，太好吃。哎，好可爱，好酷哦！合起来，哦，好，应该可以了吧？哎呦，哇，好可爱哦！为什么它可以做那么顺利？好可爱，我们做成了一个饺子。哎呀，拿出有硬骨筋的这个碗，为什么？水到那个馅的位置，好，这样子，拿出汤头包，哦。这样吧，好，随便啦，就这样。好奇妙感觉哦。然后放上去。等一下，可乐味，搅一搅吧。哦。嗯，看起来很有。怎么变这样？再拿出有星星记号的这个碗，往水兜兜。很用力在擀面皮，没错，这样子。好，包到去那边。面条包。哎呀，坏掉。拿出叉子。我不想做了。
我不想做了。我再拿多一点，不管。好，拿出饺子馅，饺子馅。为什么怎么用啊？饺子模型。饺子模型有点可怕，有点黏。好黏哦！天哪，超黏的。这样。哎。好，拿出饺子馅，饺子馅，我再用，把它剪开来，一下子就不想。哇，好多好多。小孩不会这样，不剪太多了。小孩会这样，好厌哦。我觉得你的馅料有点多耶，可以吃一点吗？不好意思，安啾水饺店，等一下，有点黑心，只装一点点。那我们现在把它合起来喽。这样子，这样可以吗？这样子好了，试试看，很可爱，好酷哦，合起来，好，应该可以了吧？试试看，希望成功。好可爱哦！太黏了吧？好可爱，我们做成了一个饺子。等一下，那好黏哦。拿出有印符记号的这个碗，这样，然后把它甩到那个线的位置。啊，好，这样子，拿出汤头包。哦。这是什么啊？好药，好奇妙的感觉哦，看起来好像这样子。放一下，可乐味，这样子，嗯，看起来很有浓汤的感觉。这样子，再拿出有星星记号这个碗，把水倒到馅那边。包饺子实在好吃。好，倒到馅那边，面条包，拿出叉子，然后来搅拌它。不是啊，它怎么粘不上去？这样子，看起来像芒果泥哦。嗯，也是一个苏打味。我们拿出他送的竹签，先酱啊，先酱，然后好放东西进去。我想要放蓝色的，要包内馅的，对，要包内馅的，把它倒进去。把它倒进去。哦，好可爱哦。哎。这样子。好可爱哦！装好了，拿出这个蛋糕鱼板的模型，然后拿下去。好可爱哦，长这样。放下去。蓝色很难吃。你说蓝色很难吃吗？还有蛋，没错。那我们现在那是不是要这个了？拿红色。蓝色闻起来就很难吃。完成，对吧？先选包蓝色，真的吗？蓝色不好吃吗？开始喽！我试试看。那红色是什么？我看安啾包什么？不好意思，他用红色哎。有点黑心，只装一点点。那我们现在把它合起来喽。好，我要合起来。可以吗？可以吗？这样子哦，做饺子啊，掉出来了，完了完了，很可爱，好酷哦，怎么办？合起来，算了，找不到，那就这样吧，可以了吧？哇，这样子，好可爱，好了，就这样。哎呦哎呦，好可爱，我们做成了一个饺子，再拿出有不错吧这个碗，然后把它甩到那个线的位置，好，就这样，我好累啊，拿出汤头包，哦。好，那吃什么啊？就换。好奇妙的感觉哦，看起来好咸哦，闻一下，可
可乐味，搅一搅吧。嗯，看起来很有浓汤的感觉。再拿出有星星记号的这个碗，往水兜兜先呢放一下。可以，好，这样子拿出汤头包。哦，剩下没有，我要来做拉面了。好，他说水倒到哪？再拿出有音符记号的这个碗。音符记号这个碗。然后把水倒到那个线的位置。线的位置，线的位置，线的位置。把水倒到线的位置，还有要做拉面，因为做的比想象中快。好，这样拿出汤锅。Oh my god！ 哦。不行，这是什么啊？好奇妙感觉，都是碎料咸。闻一下，可乐味，搅一搅吧。嗯，看起来很有浓汤的感觉。汤头包，再拿出有星星记号的这个碗，星星记号的这个碗，水兜兜先那边。嗯，好，兜兜先那边。面条包，这样子。拿出叉子，然后来搅拌它。看起来好像芒果泥哦，嗯，也是一个苏打味。我们拿上送的竹签，哇，那看起来好恶心哦。对的，这个就，嗯，然后也是一个苏打味。我们拿上送的竹签，让我们戳破袋子，对的。可乐味。怎么？为什么变成这样？面条包，放面条包，面条是这个，都是糖味。他说都是糖味，那我要再酱，这样子。有点可怕的拉面。我来看看，自己加个巧克力味，先不要，感觉好可怕。这是面条包，放进去，放进去，然后搅拌。哦，感觉都是糖的味道，好恶心哦。蛮好玩的，真的吗？我现在有拉面，有让我感觉比较好玩一点。它用什么搅拌呢？我看看，叉子。来搅拌它。好，我来搅拌它。哎，它要搅拌好久哦。嗯，也是一个苏打味。我们拿出送的竹签，让我们戳破袋子，所以呢，这个就……哦，装好了，拿出这个蛋糕鱼板的模型。我是不是水加太多？刚刚做好那两颗了吗？放下去。我们做成鱼板，还有蛋，不错。可是水我放在线那边呢。嗯，好，完成。我好像水。超厉害的，我们现在呢要来挤面了。好了，开始喽。哦，好像可以。面，再摆上我们的蛋。吃下去，现在要吃一堆糖，这样感觉就很可怕。好可怕，有了有了，受不了！完成我们的饺子和拉面，最后步骤超厉害的。我们现在呢，哦、就来挤面了。好了，开始喽！鱼板的模型，然后呢，想起我们刚刚做好的那两颗了吗？我放下去。我们做成鱼板，还有蛋，没错。那我们现在终于要来挤这个了。嗯，挤这个。等一下。哎、欸。啊！我刚刚没有把它剪好。哦、完成，最后步骤超厉害的。我们现在呢，要来挤。啊！我刚刚没有。
要把它剪好。我现在在剪那个，好了，还在拉面。摆上我们的蛋，这样子，好，我很香哎，我觉得闻起来超香的，然后把它挤进去，对不对？把它装进去，拿出这个蛋跟鱼板的模型，然后呢，想起我们刚刚做好的那两颗了吗？他说要戳破，戳一个洞。用这个戳。我们戳破袋子，对的，这个就。我知道，我想，哦，戳破。好，我戳了，然后放进去。装好了，拿出这个。装进去，有化学味。把它装进去。它不能直接装吗？我来看看啊，嘿，我觉得这做给小孩玩的真的不太对，我觉得很难呢。我觉得好难哦，哎，这很难装哎，我会生气，要装好久哦。其实很难，对不对？很难呢，这要装好久哦。我要生气了哦！不要生气，好。谢谢阿凯送的玫瑰，这样子，耐心的。没有耐心，好，这样子吗？然后我要去挤它，是吗？蛋跟鱼板的模型，然后呢，想起我们刚刚做好，说要挤，我要挤面面了，挤面面，这样子，然后，哎呀，我这样搅拌一下它好了。它有点恶心，搅拌好多了，哦，天啊，糖浆味来咯。啊，它从上面挤出来了，等一下，哦啊，好恶心啊，我不要，我不要玩它了，好恶心啊。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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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下来。这样子。这样。不是啊，他一直，他怎么一直上来？他应该要在角落啊。怎么都没有出来？是怎样？不够大吗？下面洞戳大一点，出来了，啊，手上面都是，啊，算了，手上面都是呢。
哦，怎么办？啊！哦，我先去洗手。什么先知？啊！这我还可以把上次分享好不好吃。然后我要干嘛？接下来呢？没有，桌子很干净。用完之后。哇！好可爱，可爱哦，真受不了。然后做这个。这样子坐下去，嘿，跟这个，嘿，这样，鱼板跟蛋蛋。中间的黄黄怎么办？那用这个好了。我好聪明啊！因为我把那包丢了，所以我直接用叉子去用里面的。好险！我刚刚因为很懒，所以没有把整个用掉。还没做完，这是蛋。放上去，哎，然后鱼板，鱼板，这样子，然后嘞，太多了，这样鱼板放上去。结束，它都沉下去了。哦啊，地震来了，怎么办？啊！哦哦！哎，都是糖，怎么办？突然开始事故，没有，他还没，他不在，妈妈不在，这样子，好，结束，这是拉面，我不敢吃，我不想吃它，它是感冒糖浆的味道，不敢吃，我可能先吃饺子，我要吃饺子了。好可怕，我不想吃。我不想吃、欸。
饺子还可以，拉面我不敢呢、欸，我试试看。先吃一条面条，还是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拉面比较可怕。怎么没有味道？好像还好，不要喝汤就还好，不要喝汤就还好。嗯，好，嗯。我有点累，先收拾残局。OK 的，其实也还好啊，做的蛮 OK 的，我觉得也还好，也还好。我觉得这次食完之后，没错，因为我只是好奇，想说到底有多难吃，然后就先做做看，然后真的是蛮难吃的啦。然后那就这样子了。对，这碗拉面怎么办？我要怎么处理它？啊！我先你播完了，对，我播完了，大家不要买十碗。我觉得虽然是还可以，没有想象这种糟，可是我觉得不太好。等一下，我的裤子都是那个恶心的汤味。好，大家拜拜。我好热啊，拜拜。时间内做完对不对？很棒吧，蓝雨当结尾的父母，拜拜。念个排名，对，念排名。哦，我好累哦，做完这个我好累啊，怎么那么累啊？好，第十名是奇，第九名是百万，第八名是单细胞，第七名是没有名字的，没有名字叫小吴，好不好？无名氏，所以叫小吴。第六名是柔君，第五名是思源，第四名是玄阳，第三名是玉人，第二名是陈家树，第一名是北极星。谢谢。吃完就不累了，没有，我好累。小明，好，叫小明。把自己搞那么累，对啊，做十碗好累哦。好的，各位，你有给人家改名？不行呢。好啦，拜拜。3、2、1，拜拜，明天见。